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。红墩墩，白浅浅，一起排队做饭饭，做完饭热气翻翻，做完饭饭抖蛋蛋，蛋蛋出来一起排队做饭饭，大家带着方团团，做出吃红墩墩。世界期待中国，中国做好了准备，正昂首阔步，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。